好，这个是我们3.24啊、哦，那一个图，3.24的那个图，这个图呢，这个图可以是让我们做 Java 跟让我们做解法，啊、哦，假如我们现在要做 A 加 B， 四个 bit， 啊、哦，每一个数是四个 bit。然后这四个是 multiplexer， 是 two to one 的 multiplexer， 所以我们这边就有一个 control signal， 一个 bit 的 control signal 在这边。所以假如这一个是零，这 control signal 是零，那它就会写到 b， 啊，这个是通通连在一起，这一个值，啊，大家的这一个都连在一起，啊，所以假如我这边 x 是零的话，这四个 multiplexer。都会写到左边的这个 B， 然后所以就输出 B 就输出到这一些前加器，这四个前加器，啊，好，那假如要做 A 加 B， 它这个前面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fire step 啊，那个控制 unit， 它就会它知道说哦你要做加，所以它就会把零，我们说它会转成控制信号。那边送一个控制信号点，到这边来。然后这一个呢，事实上这个连在这边。那为什么他图没有画？因为他问你，对不对？他问你，说 X 连到哪里？啊、哦，所以事实上是这样连着。所以假如我要做 A 加 B 的话，那个 fire step 线就会送 control signal 是零，送到 X 这边来。那送到这边来的话，你看。这一个 multiplexer 是不是等 B 零出来？那这个是 B 一出来，这个是 B 二出来，这个 B 三出来，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在做 A 加 B 的？对不对？因为这个就是标准的那个前加器。那这前加器，那这边是 A 啊，这边是 A 二啊，这边 A 三呢？那这边 A 一，对不对？那这边 A 零。所以他是不是每一个都在做他们 bit 的加速？啊，然后这边最右边的 carry in 这里的 bit， 这没错，来，啊，好，但是假如说 A 减 B， 那 A 减 B 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说 A 减 B 就是等于 A 加上负 B 嘛，对不对？那你 A 加上负 B 你要怎么做？你要把 B 做 truth carry， 对不对？那 truth complement 呢 ？B 的 truth complement 是什么？就你把 B 做 null 的加值，是不是啊？那比如说0101，0100，它的 truth complement 是多少？所以你先把它 null 了，它就变成1011，对不对？然后再加一，所以就变成0011，对不对？那这一步是不是做 null 的动作？这一步是不是在加里？所以等于你要做的那个 B， 把它做到，然后再加里，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写成 A 加上 not B 再加里，是不是一样？对不对？因为 B 的 truth complement 就是 not B 加里，所以现在就在做这个动作。所以我是不是把 A 跟 not B 加里把它加成？对不对？好，那所以假如我要做 A 减 B， 那 fire step 先侦测到说啊，你现在要做减，所以它就会送一个一到那个时间。好，然后呢，它这时候它就会选到 C， 这里就会选到 C。对不对？那所以你看，然后这个一会到这边来，这个一。那各位一把它对照这个图跟这个一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 A 加上它的 B 加一，这个一是不是在这边？从右边进来已经加一了，所以你就知道说 C0、C1、C2、C3 的，那是那个一，对不对？那所以这个 C0 就要等于。那 B， 对，
C 就要等于 not C 一，那 C 二呢就要等于 not， 嗯 ，C 三就要等于 not， 那这样是不是就是这个这个情况？好，好，所以就完了。所以就是你 C 要接到 not 里面，然后 X 要给它接到 K 里面，那这样子。你不管做加做减都 OK， 对不对？你做加，这里自然就是 B 零，对不对？这里是 B 一啊，这里是 B 二，这里是 B 三，然后这个这里，所以我刚才是在做一加 B 啊。好，但是只要做减的话，哎，我 C 就要把它变成是那个，然后还再加一，加一从哪里来？反正 X 到这里。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这个 finite state machine 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不得了，哦，因为它可以去产生这些控制性，它知道你这个指令要做什么动作，它会去产生适当的控制性。所以，假如你要做加，它就送一个零到这边；，假如是要做减，它就送一个一到这边。所以变成说，你同样这个电子电路啊，可以做加，可以做减，一个电子电路就好。而不是说加你要设计一个电路，减你又要设计一个电路，对吧？这样 OK 吗？哦，假如你觉得这个有点困难，没关系，哦，因为这个我只是在过一天让你们回家去。假如你一边在游泳，一边也可以想，对不对？这自由式反正你就是手这样一直滑，哦，那头脑还是可以想，哦，或者你在学生餐厅吃饭啊。你也可以想一想这个东西，好，他想不出来没关系，这个跟我们这个关系不大。好，你等到二年级的时候，你这些东西大部分都会。啊，尤其这个 multiplexer 非常非常有用，啊，或者是 decoder 非常有用，它可以让你去设计很多这个电路，这 OK 吗？哪一个？好，那这里还有问题没有哈？有。我现在就是要做 A 加 B 对。那么，这我在设计的时候，这个 multiplexer 我就是要控制。multiplexer 不是两个点。你这边是一个进口进来，那你可以连可以输入，连就是一个输入，其中一个输入进来，一就是另外一个输入进来，连一就是，因为这个是我控制的，这个电路是我设计的，所以我当然是这样。那假如你把这个换掉，对不对？啊，可以啊！你假如说一个总是一，就是 B 零电脑，那你就在做 A 加 C， A 点 C， 没关系。对不对？假如你说这个相反，那你就做 A 加 C 点。哎，对对对，你就说 B 等于大的，对，这没关系。好，这 OK 吗？还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那我们你在哪里？21，3:21啊。这里吗？好，这里说我们说一个 byte 是八个 bit， 对不对？这定义哦，你不要问我说，哎，为什么一个 byte 是八 bit， 对不对？啊，你只要问我这，我就没办法回答你。哦，就好像你说，哎，为什么那个叫电脑？为什么起名电脑？谁知道是哪一个人起？啊，好，那所以我们叫八个 bit， 我们叫一个 byte。那只要四个 bit， 我们叫一个 nibble。哦，只是给它一个名称，就好像我们说一打就是十二。我当初为什么不用一打？为什么用一打？为什么不用一加？打架嘛？为什么不用一加？为什么要用一打？对不对？好，那就是 nibble 就代表四个 bit。八个 bit 有一个 byte， 好，
然后现在我们说，假如有一个 bad addressable memory， 它是有14个 bit address， 他们家说它的 address base 是24之八，对不对？然后它的 addressability 是8，一直都这样。How many nibbles of storage are in this memory？ 那么这个 memory 14个 bit 的 address， 然后每个 address 里面放8个 byte。对，八个 bit， 那请问这样的一个 memory 啊，有多少个 nibble？ 这样 OK 吗？好，那来，那我问你啊，我现在有八把铅笔，请问这八把铅笔里面有几对铅笔？一对是两支。那要怎么做？我现在有八把铅笔，请问这些铅笔是多少对铅笔？你要怎么算？你怎么算？你不要告诉我答案，我要告诉你是怎么算。八乘十二除以二，对不对？好，那这个问题是不是一样？这个八个 bit， 啊，就相当于一把十二支嘛，对不对？那我现在有这个，有十四个 bit address， 对吧？这十四个 bit address， 我刚刚说几打铅笔了，我刚刚说几打，八打，好好，这个八打相当于24次方，对不对？我有这么多个，好，那一打相当于一个 byte， 那每一打有十二支啊，哦，这个每一个 address 是八个 bit， 对不对？那我现在说这么多铅笔里面有多少对铅笔，是多少对铅笔，那这个对就相当于 nibble， 一个 nibble 两四只啊，我现在一对两只啊，这样 OK 吗？所以你要怎么算？24只拉整嘛，对吧？整个哦，你算那么快干嘛？好，整个算出来给我看，不要说一下子20，答案是对的，对。哎，对，是不是就刚刚我那个铅笔？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只把单位换掉而已。啊，也这个 memory 里面总共有多少个 bit？ 24次方乘上8，这么多个 bit 啊。那这么多个 bit 总共是多少个 nibble？ 一个 nibble 四个 bit， 它是不是除以4？这样 OK 吗？好，还有没有问题？好。没有了哈，好，没有了，好像我可以没时间再介绍这个。我们再介绍一个 ADD 啊，好不好？因为 ADD 说不定等一下跟你们的考卷有关系。假如不会考，不会这么坚持吧？好，好，来。还在往？这样就好，谢谢。来，我们介绍一个 ADD， 啊 ，ADD 是这样子的一个 instruction， 这我们上个礼拜就介绍过，来，好，那这一个也是 operate instruction 的一个，我们就有总共有三种，一个是 NOT， 一个 ADD， 一个 AND， 那 NOT 是所有 instruction 最简单，啊，那 NOT 的这种 instruction， 这种 instruction。这种电子法 addressation mode， 我们叫做 register 的 addressation mode。刚刚 addressation mode 是不是有这么多种？对吧 ？immediate register、visual interrupt、page offset， 就是这一种 register。换句话说，你的资料来源跟目的，你是从哪里把资料拿出来的？跟你算完的结果要放到哪里去，都是 register。那我们叫做 register mode， 了解吗？好，所以你看，我们的来源是从 register 来的，所以这个叫 register mode。然后我们这个目算出来结果要放到哪里去？放到 register 去，所以这个也是 register mode， 了解吗？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就是它的啊资料都是用 register mode 记录器的模式来定来做它的地址，所以我们的地址很简单，就是零到七，零到七。好，好，那这个 ADD 呢，这一个 instruction 啊，它也是 register mode， 就是你前面四个 bit 零零零一，而且第五个 bit 也是零，那就代表都是 register mode 啊。那假如这里不是零是一，哦，那就下个这个，就是 register mode 再加上 immediate mode 啊。那我们今天介绍不到这一个啊，所以我们只介绍这一个。所以假如这里是零啊，那么它就是这三个都是 register mode。 那假如这里是一哦，虽然前面也是一啊，零零零一，你看像这个前面也是零零零一啊，但是这里是一哦。那电脑的那一个 Final State Machine，他把这个 bit 抓过来，抓了这四个以后，他就会再抓这一个，说哦，到底这里是 register mode 还是 immediate， 就由这个 bit 来决定。OK 吗？好，那现在这里是零，所以他知道说哦，所有的资料来源都是从 register mode。好，然后资料抓完了以后，回去也是到 register mode 去。好，所以呢，他把这五个 bit 抓出来以后呢，他就知道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他就会把这三个 bit 送递给 register file 那边。你刚刚看那张大图，是不是有一个 SRE， 是吧？所以他就把这里送到那个 SRE 三个 bit 送过去，然后把这边 SR2 三个 bit 送到那边有一个 SR2， 是吧？哦，那你知道，把这 SRE 跟 SR2 有那两个 register 资料抓出来。抓出来，所以这个 SRE 抓出来， SRE 抓出来，抓出来抓到 ALU， 然后呢再送一个控制信号叫 ADD， 这个叫好听啊，叫它工作啊。而且因为要做加的，所以它会送你到这个位置啊。好，那这个 ADD 这个叫好听就工作了，工作了就把 A 这两个 register 的资料加起来，结果就出现在这里，出现在这里，因为你结果是要放在 DST 嘛，对不对？所以呢 DST 我们刚刚 DST 有三个 bit 到那个 DR 那三个 bit 是吧，所以我也知道哦，到底我要是要放到哪一个 register 里面去，所以他就把那个 register 的大门打开。那我刚刚讲的大门打开就是让它 W1 等于1，所以这个资料就这样。所以这个指令做完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就是把这两个的资料抓出来，经过这里，然后资料再那为什么资料会这么乖乖的听话，对不对？沿着你这个路径走，因为那个 Final State Machine 会把该打开的打开，不该打开的不打开，就好像这一个我们的那个闸门，水道的闸门一样，对不对？我把水道的闸门打开，那水就流出去啊，或者水就流进来啊。那如果你要把闸门都关上，你只是过其门而不入嘛，对不对？你没办法到我这里面来，你只能在哪里？你只能在那个黑色的那个汇流旁边，好吗？我们不是有那个图，好，再看完这个图就好。这个ALU 它算出来以后，这个资料就只有在这里面。然后当你说哎，你把它写到 DST 的 register， 那这一个 Final State Machine 就会把这一个信号让它等于一，把这个闸门打开。那这个闸门一打开，这个资料是不是在整个你把这个看作高速公路，哦，这个资料一打开，这个信号就会在这边跑来跑去，对不对？那跑来跑去，哇，你也可以进去任何一个 register 啊，也可以进到这里，也可以进到这里，也可以进到这里，全部地方都可以去啊。
但是问题是这个发现对某些它只控只有把该打开的罩门打开，像比如说透过这个 DR 对不对，再透过这个 WE， 所以只有这个 register 的那个罩门被打开，其他的这些罩门它都把它关掉，就这个罩门这一个关掉，这边进来这边关掉，进来这边都关掉，它都没有打开，这边也都没有打开，这边也都没有打开，通通都没有打开，你是不是进不去？它只有在要进去的那个大门上才有一个意义的信号。那么，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会有法源证明这个 box？ 好，你现在在这边走，那到底要进去谁那里？由这个人来控制。啊，要让他进去的那个控制信号才有意义，其他的他就不会让他。OK 吗？然后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工作，它就是产生这些控制信号，按照顺序去产生，按照顺序产生适当的信号，就是这个人。所以这个人的工作非常重要。假如以后你喜欢计算机的话，有一本书叫《计算机结构》，几乎都在讲这个人。啊，光是设计这个有很多种不同的设计方法。好，那现在最新的设计方法就叫做 microprogramming， 微程式设计。所以只要听到这个就是代表在设计这边。好，那最早期这个东西是用电子电路设计，所以那个弹性很高。啊，但是现在用微电脑程式设计，微程式设计，哦，非常设计出来非常高。而且你可以用你这个电脑去模拟另外一台电脑，啊，你可以用你这个电脑，那只要抽换这个卡片，它就变成另外一台电脑，啊，就跟各位现在拿手机的，手机里面有一片那一张叫什么 SIM 卡，啊，你抽换 SIM 卡，这手机就变成是这个功能啊，或者是使用的就变成不一样，那这个也是一样，啊，好，所以。这一张图，我们以后随时会回来看。啊，这本身就是我们电子监督，那所有都是由这个人来控制，他去产生适当，按照顺序，他会自己去排，然后产生各种不同的控制性。好，那我们 ADD 就介绍到这边。啊，那我们休息短一点好了。啊，休息。3分钟就好了，所以各位假如要上洗手间，赶快用跑了过去。好，我们休息3分钟，回来考试。